足，那个右脚啊，脚底偏中间偏正中内侧啊，有个凹陷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一阵一阵痛啊，那个计划啊，那个椅子往下砸的时候，砸下来，砸下来地会往下陷，陷了以后，然后再返回来啊，反弹回来。反弹回来，个账到那个脚底下，这个同前面我说的一样，现在不一样的地话在哪里呢？这个方案，这个砸是一定要砸的啊，而且砸的那个要让人家要产生那个恐惧感的，这个砸是一定要砸的，只不过改了日期而已啊，改个日期显示器啊，改日期显示器啊，显示器，显示器啊。然后就是这个也是震，砸到地上，砸到地上呢就产生地震动了啊，也叫地震了。然后地在复原回来的时候，再往上抬起啊，就像个波嘛，砰砸下去，然后再起来啊，这样的时候就胀到那个脚底下，脚掌的底下啊，一个凹陷的地方就摸上来才碰得到嘛，啊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那个不变，不变啊，好好知道了，再见啊，再见啊，再见。